有新闻单位记者付飞访问团，经菲律宾航空公司邀请到马尼拉参加在凯悦酒店举办的中国周活动，他们预计在菲律宾停留五天。访问团包括本公司采访记者杜安生、摄影记者郭春秋等三家电视公司以及《中央日报》《中国时报》《中国邮报》《联合报》等新闻单位的记者，一共10人。